老夫呀，中叫八月炸，俺会炸，好炸嘞，炸开吃的，俺炸开一个里头包米。啊，我说你长得人参高啊？不是，等明儿我们个做人参糕花吃。好啊，我们俩可没有叫你螃蟹啊。都是。 做黄鸭吃的，黄梨肉吃的呢，有啥不好吃的没？泡面。别的，你早点那种，周末就可以吃嘛。酸涩。以前我们搁上海放牛时候，比如吃了，我们就是这种瓜瓜吃了没？那个手套啊，跟小苹果一样。 哦，石头，等我石头干嘛掉完没？就快让它更多哎，上回我清早吃，差不多没。没，这没底子容易冒水啊！哇，做那种黄梨梅，好。哇塞，这你丢过这个好漂亮啊！俺是水噜噜，好的，水噜噜，一圈一圈挤。哎，帮我打码。 最喜欢这种大酿。其实一般瞧不起这种小梨梅，还有小梨甜。啊，这个小，我把它嘴里上。哇塞！阿天。姐，我去玩哈。俺家那边虫多没？ 那小果就标准啊，又黄又透。太甜。妹妹，在我炒解发，几道圈。 10块钱吧，赶紧吧，我吃去。什么东西啊？这奶芙。哇，早上好看没？还有小尾巴、头、小脚。好看。走啊。给我们啊。我太喜欢啊。吃来福了呀！不吃你咋不准抢俺福饭吃？来福，吃大碗。ما يخرجش العفريت.要不然什么才做完嘛，有好多一门啊。哪片？多快哦，这个。这不，哎你呀，俺在地下俺吃了35来。 还吃肠，我不得吃胸，你想着吃我不得吃。孙悟空都吃。孙悟空嘛吃桃子，猪八戒嘛吃人参果。喂，孙悟空都吃。孙悟空都吃。我家电视吃了看热闹。我耍是你打太阳，你是耍手机耍着。你看平常不会讲。我还耍太好啊。 阿哥，我认为这人自己命都没有写好，我应该没有啊。阿哥，他们这，我在看电视，我送的。不吃，真的。啊，吃干净送的吗？嗯。哎，我也想吃啊。吃我家，好吃。看，我好爽！哇塞，什么意思？不甜，糖少少的。好香。我想拿龙角，这哪个太太？ 快！ 1、2、3，嘿，太聪明了，夫妇。哎，夫，你不要客气，吼人家呢。 味道是好呢。都是你都买嘛，就买软食，不你不买家吃不得嘛。妹妹又酸又辣。阿仔打工过了，我们家。我上个子爱吃饭没？你吃的是我家这馍，炒点鸡杂，拿当汤。你看桌子搬出来啊！ 好，妹妹，老婆做面了，炒菜了，混合加点猪油，炒出来香啊！好酒出来了，姑姑。哪有喜欢酒？你来要看哪块吃呢？平时外公在这，我舍不得吃啊。哎，好好长时间了，也就是一号啊。临时改的嘛。做麻辣味，阿公就爱哦。爱的。这个酒哎比其他的味道好啊。好呢，真好吃呢。老公，老王，我尝一下这种炖出来的有什么味道？咋会点酸气儿？好吃妈呀！这卤肉好吃。快吃快吃，妹妹。哇，太香！那太嫩了，加上点洋葱，你爱吃啥？赶紧吃，赶紧吃，你妈谁吃？不得！哇，这好吃呀！好吃好吃，给生果啊！你就吃瓜就吃嘛，变成个大猪八干嘛了？你上来，你都来，往那这个屁股，这样，咦，张强，你尝起来有点什么不一样？我家是叫火鸡，不是火鸡呀。俺那家是点生果。好吃。老公，你吃这个。吃吃啊。香。什么都是香，香，奶油，啊，别的牙齿嘛，不怕，阿天，阿公爱吃这种甜的，我今老煮啊当饭吃，你还记得不着？我说我也得记得起来。还是他有办法。杨王妈，还有个语言嘛，该讲究，该讲嘛该着。你们，你老张少年是女家。真帮忙真方便，那真好啊！这个上来，你到师傅嘞，你到。厉害了，厉害了，大师傅来。